暂停表决中，什么呀这是？我靠，上单小炮，上当了兄弟们，上当了，上当了，居然是个小炮。不是，不是那个暂停，他得等等等等，你明白吗？没有等等等等那个，怎么设置按键呀？这一会儿再玩，一会儿我再整一手。那个不是那个暂停。居然是小炮上单，一级咱先学个 E 啊，点 E， 点，点 E， 点，我可是征服者，你跟我打，闪现 ，A 不着，别。这么猛，小弟弟，你别着急啊，一会儿你就死，你等着，你等我生了的，他肯定是先生啊，他是先生的，我跟你们说。压塔砸了，一上来 W 住，一过来接点烟，拜拜。跟我点烟 ，First Blood， 还敢让塔砸一下，我是真是没想到啊！哎呀，没补到，回家我们就小凡家。我两管弄，你敢上来？这波最好是来个打野帮我们强杀，知道吧？但没打野算了，咱回家了，直接回家小背心儿。皮鞋加背心儿。这把布点还不行，这把得水银还，所以我们只能出一个小背心来前期弥补一下。一上来 W 柱平 A， 平 A，A 接红怒 Q 再 A， 我征服者你跟我对 A， 你看着没？他打不动我们，我们征服者一触发他就是 D。挂 Q 一下，我可退线了。这把有阿木木不好整啊，
算了，不杀了，不一定能杀得了。这月塔满血杀还是费点劲，我伤害不太够。君柱平 A， 哦，黑我。一上来 Q 一下，红怒晕开大招点人 A 一死，不交 W。 不交 W 那能行吗？W 之前被我打断了，不可能。小胖 W 那鱼打不断，你要其他英雄还行。先晕 A Q A 双断穿，还有铁回血，那有蓝吗？呢眩晕技能是打不断小炮的E，那个起飞的，只有像锤石那种，才能给他打断，给他勾回来，给他摆回来那种的。先来个这个铁刺鞭，呀，没出药瓶，出一个啊，忘出了。那皇者一抠那不是击飞吗？我说的是眩晕。八宝牛铁刺鞭，害打。我要月塔杀你了，小妹妹。回家了。回家了，我们断线。反正鳄鱼的 W 肯定断不了小炮的 W， 就完事了。最多他就是晕的时候起飞。哼，大招开起来。W 住铁字边，一过来 A 接 Q， 一回来接平 A 死了，散架了，好痛啊！散架了，来个净石。不过我们这波还是赚的，虽然他给我下当了250啊，我们还是赚的。哎呀，我才发现啊，俺们家不太顺当啊，好像不太顺当啊。这怎么的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小炮不打了。我倒希望阿木木来一波。一上来 W 住铁字边 A 一 Q 平 A 再 A 一下，他没有 W， 他在这皮什么玩意儿呢？我们再断一波线啊，复刻一下上一波。小光头开大招，呀，好大呢！一过来开大招，晕住闪现点燃，
A 写字边接扣，别砸了，不准出火炮啊！算了，小炮有点盐，不合适，我们撤一撤，回家出和血战斧。这什么意思？一上来晕住铁字边 A 接 Q， 一上来再平 A， 我不上了。你很皮呀、啊，嗯，你很跳啊！哎呦，我今天我就得追死你啊！给我晕铁字边，他移动速度比我们慢。刚那个 Q 怎么会没中呢？我感觉距离差不多哎。赶紧把一塔拔了啊，队友坚持不住了，我们快点下去支援。我不用你皮，你先帮我打个石头营。凯隐是蓝凯是红凯呀、啊？哦，是没有变身的凯。你打个线上凯隐变不出来身，13分钟。我告诉你嘛，他后边100%有人，他没有人，他不敢那么玩。那阿木木一定就搁后头，给他勇气。我们就只管跑就行了。千万别上当，知道吧？千万别上当。这边凯也来，那桑枝木乃伊就搁旁边，100%搁这儿。我的装备不足以一挡二，他俩能秒我。那艾克到底来不来？来个人呢？来人啊！这回没有人了。这还闪什么线？这还闪线？哎。打个红去，红伴给我吧，我需要个红。一直没人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我一会儿给你回放一下都行，那根本就不可能。13分钟啊，那小光头绝对是觉得上路没机会，他跑下去了。要么他旁边他就是有 AD， 那都不可能没有人，他也不是傻的。我先来个蟹手吧，嗯，蟹手，来个蟹手吧，先来个蟹手啊。
蟹手既有虚区，我们还右，就是现在少点抗性，魔抗需要来一点。一会儿我得整个振奋，但最好先把这皮牌给出了。你不推塔吗？你看锤石都给你打信号了。一 Q 打破了晕柱，和谐战斧一过来，你叫泰坦呢？红怒扣给我，还给我亮牌，我蟹手都没触发，还亮上牌了。来，要让这 ADC 知道我们到底有多么的狠啊！哎，一过来 W 晕柱 AQ AE 和谐战斧，哟啊，卢仙，卢仙有点意思啊！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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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人太多了，这受不了啊！溜溜溜！点问号，咋的才不跑呢？我这叫1000块钱。我需要红。谢谢。小炮。来波中路，来，这波可以打的中路。你们是真不怕我？我发现红怒扣和血战斧接平 A 点燃我，一上来算了，饶他一命。打不了晕柱，捡灯笼，和血战斧接 Q， 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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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1000啊，这1000这不给，快跑！没到时候呢，小炮真敢往上上啊！好兄弟，我又是一条好汉。他刚才把 E 给放了啊 ！W 可血战斧 AQ， 嘎达赖克 ，Q 一下回血，一段 E， 两段 E， 可血战斧 W AQ 回血。跑，假装跑，其实不然。哎呦哇，这皎月女神打人有点疼啊！买个水银鞋，还是给了一个。哎呀，最终啊，还是给了一个。哇 ，Q 闪，想想下一阵咱们出什么？蟹手有了，和血战斧有了，振奋有了，现在呀，现在差个黑切呀。差个黑切加反甲。算了，不追了，不值钱。
这什么意思？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小炮给我杀！越上来，先杀这皎月女神，平 A， 和谐战斧接扣。不行啊，这人太他妈多了。关键是卢仙没杀了啊，卢仙。好厉害的卢仙，上路收波兵，先出魔抗，你是没想到的。那对面三个魔法伤害加小炮一个 EWR 全魔法伤害，我不先出魔法抗性我出啥呀？那您觉得我应该出什么呢？我没想到啊，我也没想到。你不是又让我一打五吗？哎，把这大龙的这个针眼给它排了啊！最好我们能先升个16，你知道吗？得先杀卢仙。打个红的。朝条近路，这个路是挺近的哈。到了，这卢仙死不死？可以啊。队友稍微来快点，他们都死光了，来的太慢了。先把皎月杀了。哎呦啊，多少个闪现可以大龙啊，感觉可以大龙试一试啊。挂了，别打了，没伤害，别打了，打不下来拉倒吧。其实我觉得先出反甲好一点，先出黑切没什么意义，不够用。龙魂，给了吧。少人龙魂打不过，够呛了。
啊，木木可以杀，我到了。300块来，开大招，别着急上啊，就先杀这个皎月，和血战斧接 Q， 一泰坦，来再一，往前追，回头，一过来晕住和血战斧 A Q A， 给我放 E 往回穿，来打，随便打，好打。抽一下隔铁战斧，随便打，来打大龙来。能不能打大龙？这龙到底还能不能拿下来了，兄弟们？不行啊，没有虚区啊。啊，300块！哎，回家了，正好2500，我们神装了。有了黑切的我们就非常的肉了。而且我的减息地高达了43%。大龙也不说给查个眼，你们全抓他，那大龙怎么办啊？算了，我去1打4试试吧，能打就打，打不了就拉倒。来双，红怒扣，打不了，控制太多了，全是控。这种时间段你们能去下路去抓皎月，我属实都没想到，兄弟们。你看，我来看看大龙吧，我先试试能不能1打4，说我装。那我咋办啊？我也不知道我装啥了，你说。那咱们得尝试一下吗？完事说我装，我也不知道我装啥，你说。人家我搁这好好玩，你说我装。神经病。你好像打不过他呀，哪有伤害呀？哎呀，伤害还挺高啊！远古龙试一试吧。其实这团战应该还能打。刚才我进去，我试了一下，我发现啊，他们的虚区并没有特别的高。走，回家出个那大药去。可以。不行啊，高地没了。真能拆呀，可劲儿拆。
来远古龙，快！全死了，他们家，这都死了，这伤之木乃伊都死了，来远古龙试一试。别说那么老些了，你这说那老些有啥用？你想玩就玩，不想玩就退。你乐意玩就玩，不乐意玩就拉倒，也没有人非得逼着你玩。你又在那哔哔哔哔哔哔，你这也不知道你到底玩不玩。直接溢出来，来闪现杀皎月，抠一下，哎呀，可以，远古龙喷死，一过来晕住，一出来别着急打，他要大我们不给他大，让他大锤石，和谐战斧 W 的晕住，抠一下，双断翼上来追，大我没关系，上高地。罢了，我不打了。哎，这为什么打塔了呀，兄弟？先杀泰坦，来，这远古龙 buff 不逮谁杀谁呀？我天哪！嗯，这不是全喷死？这20%血不全死吗？哎呀，小号的推塔有点快呀、啊。嗯，没打。先杀小号啊！家里头不着急守，没事，可以。走回家，回家走一下吧。不行了，这不能再推了啊，推不下来了，活了。这远古龙是猛啊！哎呀，蓝 buff 给艾克留着吧，我们就打个红就可以。没事，你不不别别别别别去，别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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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以可以，我马上到啊，我马上到，等会儿啊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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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人多了，快跑！快跑！这还不跑，还不跑就都死！我告诉你，这卡莎这大位你放的，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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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了呀！别动啊！哎，咱把那蓝打了试试。看这蓝 buff 能不能拿啊？大龙 buff 吧，倒无所谓。大龙其实都没啥，主要就是远古龙这个东西不能丢，你知道吧？3000来块没东西换啊。最多我就换个骸了，但是鳄鱼不能换皮骸呀，鳄鱼换皮骸就不厉害了。现在我们三重免控，没有人能控得住我。如果对面实在是要推，我们就换个春哥也行。哎呀，
如果这一波啊，我们要是稳一点的话，这个高地可以不要。一过来，哎呀，和谐战斧加 Q， 这跟我疯着的。进去。没闪现。那卢仙有闪现，给我无限风筝。